好想在彩虹城市 long stay。海拔3400公尺的秘鲁高原城市库斯科是以前印加王国的首都，这里有多样的庆典、身负特色的饭店，好吃好玩的，让一姐超想在这里 long stay。这一回，一姐入住库斯科最有历史意义的 Belmont 酒店，想在17世纪的宫殿建筑里感受印加的老灵魂。饭店的墙上还可以看见数百年前留下的壁画。Hey guys, welcome to Cusco. This is our Belmont property, Belmont Palacio Las Arenas. We try to invite you because you have to come here on property and feel the energy from Cusco. Feel this weather, feel the sky and all our people here.在宫殿改建的旅店睡了一晚后，一姐还到库斯科最经典的历史饭店 Belmont 修道院旅店住上一夜。这家旅店过去400年都是修士在此灵修，此刻却是旅人感受库斯科历史文化的好去处。旅店内独特的宗教艺术更让这里显得神圣，能躺在如此神圣的床上，就觉得这趟旅程一定会有好运气。走出饭店，库斯科的夜晚正热闹呢，让人跟着一起舞动，直到天明。